六九，球被点掉了。来看富邦勇士的反快攻，全场三个打两个，过来框，南洋小跑车今天撞涡轮啊！这个变相也拉太远哦。哇，这个就是挂雷啊！两将对，所以他的切入的攻击感觉是比较多。哎，哇，我们跑到禁区，丢出了机会。在上礼拜啊，应该看到博智这样打法，他可能也烧到一点吉利了啊！哇，博智那个三分球一个比一个准啊！阿吉，这七秒钟不断的 crossover， 想要过十分，哇，这个单打够水准。对，就说下半场阿吉这个点呢，好像还是有点被解放开来了哦。寻找布宜德的掩护啊，起不来，强森已经扑出来了。剩五秒钟，阿吉的切入，哇哇哇 ！Play of the game， 哇，这个打板难度太高了。跳投没进，孙怡还是继续守着杰米。杰米控制，直接交给了查米，迫降在工程师的禁区。哇，哇，其实很少，很难得看到。当前在这个赛季可以打得连续一波打得这么顺哦，嗯，做得很成功啊，对，在外线出手都没有这非常轻易的出手空间，向中飞进来，双手暴扣，这辛特利的单打吸引了两个人的协防啊，那蒋军顺势的下滑、啊，二房东要收房租了，也有点受到一些压力哈、哦。这个 energy 是富邦所需要的。嗯，野兽，哇，好球！之后给球，哇哦！这强森不管是跟志杰或者是跟文成的搭配，好像就算空间没有拉开来，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。分享区直接逼出来，阿良，这是一个漂亮的小组配合，来到篮下严扣塞瑟夫是吉尔贝克。哇哦！哇，布宜德这个小球是给的恰到好处哦。掩护。哇，在这个塔壁下去，原本要换瑞米上来去抢分，但打到现在没拿到球啊！哦，连续轰炸篮筐的是 Mitchell。哇，真的，塔壁应该是要上来了。哦。哇哦 ，Mitchell 走路都有风啊！One。就要争取一些时间哦。林志杰三分线外，哇！野兽哇 ！Oh my goodness！ 感动的一场比赛，林志杰带着腰伤投进了一记大号的三分球。哇！真的要给他超级掌声哦。